天尊地，何叹江湖虚名，因何执着？哼，此人是没有必要知道的。动手吧。 你来迟了，<笑>辛苦邱大侠，瓦当群侠现已死伤大半了，甚妙，甚妙！我只要东西的下落。不急，不急，这斗神残卷有通天造化之能，岂是轻易就能得到的？你的意思是想见阎王了？ 还需要你去做最后一件事。说，杀了你妹妹邱艳香，取来你父秋刃水封魔之战中锁住宝刀，暴魂刀。水。哎呀！哈哈哈哈哈！魔金属催金锭。